大家好，这里是嘉义县长旭汽车，我是方怡。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是2015年的 Tiana 哈。那这台车本店售价为33.8万。那我们看一下外观的部分。好，那车头这边呢，就是你上经典的水箱护罩。那下方呢也有雾灯，然后这边还有镀铬饰条。那侧边这边呢有摸门解锁的功能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，这颗引擎是2000的引擎哈。那变速箱呢一样是 CVT 无段变速的。那我们这台车呢有通过 ES 第三方认证通过。那我们看一下内装的部分，方向盘的左侧这边呢是多媒体的控制键，下方就是音量控制键。那右手边这边呢就是定速巡航的功能。那我们再看到这边来，这边有那个 iKey 免钥匙启动。那我们看一下中间这边吼，那萤幕是触碰的，然后它也有搭载那个卫星导航。那这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吼，那下方就是音响的控制按键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中控台这边的饰板哦，保持得相当的漂亮。那前后呢都有那个置物盒。那本车实跑里程为121772公里。那上方那边呢也有抬头显示器。那驾驶座这边呢也是电动座椅。那我们看一下后方的部分哦，座椅呢皮椅都保持得相当漂亮。那中间那边呢也有后方出风口。那我们看一下后车厢，那空间非常的大，很好做运用。那今天这台2015年的 Tiana 就介绍到这边。好，那我是方怡。那喜欢这台车的朋友，欢迎来找我莅临赏车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